欢迎收看上周的 BW Talks 改变正发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关韶文。哪些人哪些事让2020从此不一样？全民之选十大关键字市场跨界直播，邀你一起发现改变台湾未来的关键。哦，这句话我念完我就放松了，居然要念这么严肃的题目，邀你一起发现改变台湾未来的关键。好，今天要跟他讨论的主题呢是新台剧的逆袭。因为2020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出去旅行或是出去玩，所以大家多了很多在家的时间，但同时也多了非常多看剧的时间。那今天就要来跟他讨论说，台剧台湾有多少戏，有多少好戏可以跟大家分享，又或者是现在有多少戏已经外销到不同的地方去，让全世界被看见。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时会在 Light Today 上面直播，我们也跟 Light Today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今天的重量级的贵宾，以免他们没办法跟 Light Today 的观众朋友打招呼，因为还没介绍到。好，那我一个一个来介绍。在我旁边的是能会演戏又会编剧的女神演员简曼书。我昨晚也是有点紧张。大家好，我是简曼书，非常荣幸今天可以来到 BW Talks 那个改变正发生的直播现场。啊，讲完了，不紧张了，不紧张。因为今天这个场地太严肃了，就是它这个正式的商周书房，毕竟跟我们平常不太一样。我平常比较真的少来这种文艺气息的地方了，可是你应该平常算是有来这种文艺气息的地方吧？但是都比较在自己的那个空间，就是小剧场里面，没有要跟大家互动，就是比较像坐在台下。对对对对，很少真的坐在台上，对对对，所以感觉今天好像是偏严肃，可是我们也不太严肃。好，我们接下来越欢迎越活泼的人喽。接下来是汉草影视的总经理汤生荣汤哥，你好。大家好，很开心来这边。你不紧张了吧？对啊，看到你我就不紧张。为什么？因为我以为很严肃，结果以为原来是一个类综艺节目。OK， 直播的综艺节目。希望台下的商周的粉丝你们可以接受。那如果你们不能接受的话，上网骂我。好，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的。好，接下来第三位重量级是 Catchplay 的执行长杨立真，杨执行长。关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其实分别我们邀请到算是行业里面的三大巨头了，这样会不会太严重？好，就三个非常厉害的就是身份来到这边。那首先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台剧越来越多，尤其这一两年台剧又再次起来了，而且有非常多好戏被大家看见。首先呢，当然我们知道简曼书会来到这边，想必是有戏在播吧。对啊，现在还有戏在播，正在热播中，希望就越来越热。黑喵之情，请大家大家有听过吧？黑喵之情，它在讲什么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就是蛮创新的。它是用宠物沟通为主题，那透过大家不知道对宠物沟通熟不熟悉，但是就是人跟宠物沟通，然后进一步呢去贴近每一个人的心理，进行更深层的人心的沟通。那我自己是觉得很疗愈之外，然后也从这中间就是体会到了一个很特别，就是原来动物会演戏。对，全部的拍摄都是用真正的动物，不是就动画。他们会一直 NG 吧？他们 NG 的比人还少，所以其实还蛮特别的。对，所以你也 NG 的比动物还多。应该比那个失明帅少，比失明帅少，推给别人，推给不在的人，或是连于涵，推给一些不在的人。欸，可是我们好奇问一下，因为当初找到你的时候是 Line TV 嘛，对不对？可是那我比较好奇，就因为以前我们大家印象中是电视台去找你们，你们就知道这部戏一定在哪个电视台播。可是我现在是一些网络平台，它出资，对你们在接戏上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量吗？站在演员的角度，其实比较是还是以剧本跟题材来决定，以及跟自己现在的那个角色是不是可以达到跟自己的挑战吧。所以我目前没有特别去挑选平台，只要剧本好，导演合作团队都好，其实就好了。因为其实现在有非常多不同的播出方式，包含说他可能在 Line TV 提早一两个小时播一两集，然后到后面电视台才会播。比起以前可能是两个电视台轮流播，甚至第二个礼拜重播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不同了。甚至有更多的平台，它是一次把六集全部都播完。就是越来越多变化，不知道大家的接受度是如何。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的过程中，大家也可以不断的留言跟我们讨论。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会一一的回答大家的问题。那接下来再就是讲到说一次播完六七集的，
就是最近最夯的一部就是《谁是被害者》，然后汤哥就做什么红什么，每一部戏都中啊。有吗？没有你红啊，大家都喜欢看你。那不然你讲一两部没中的。说不出来。我们国父没有啦。那个对啊，怎么了？然后叫就是对啊，你刚刚提到其实不止，播出的方式有更多，甚至有同步播出的也有，对，其实多平台啦。比如说，其实我在两年前做《麻醉风暴二》的时候，就是公视播完以后半小时后 奈 TV 开始播，对，然后再过来就是其他平台也陆续在24小时播，然后在48小时内大概就有7-8个平台同时播。其实这个是一个对观众来讲得利的是观众。因为其实因为我们更有主动权去，就是各位更有主动权去选择，那对我们来讲挑战更高，要吸引大家的眼光，把你们的那个平常的24小时之外工作之外的时间要吸引你的眼球，把你们从其他的平台的时间就抓到我们这个戏的期间，其实我们要更努力做才有机会跟大家有更好的这个长远的互动这样子。可是那经营层面呢，就是以前我们大家会很期待说礼拜一收视率爆表出来了，哪一部戏破几了，可像你们现在等于说它半个小时网络上可能就播了，或是平台里面就可以付费收看了，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在收视率上面的表现？或是我们现在对我来讲收视率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比较少的考量，因为我们反而是热度或者是话题性，因为它有些平台会秀出点，就是所谓的点击率嘛，有些平台不会秀这样子。那比如说《谁是被害者》，那时候就是他是第二天的2点就会公告说，哦，这过去这24小时是，所以那时候我们就21天，中间有掉下来一天，但后来又在台湾的这个 Netflix 就21天第一名，然后在香港也是好像6-7天吧，还有其他什么越南啊等等，就我是觉得还蛮刺激的，就是看收视率的感觉不同一样。其实我觉得另外有一个发现，比如刚刚提到《麻醉风暴》在播出的时候，公视播的时候收视率还不错，但已经那破他们那年的记录。可是，在24小时后的民视跟八大播的时候，哎，他们收视率也不错。而且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公视内部紧张说会不会因为其他平台播拉下来，没有。后来整个播下来就是，哎，大家的收视率都保持在一个高，甚至就一直往上，所以观众选择哪个频道很固定，比如说我们决定选这个频道，有些家人他就真的我常常走到中南部，他们家就是三立民视就24小时开着，也有这种，就是大家的忠诚度还蛮高的。现在要如何让大家选择在自己的喜欢的这个频道，跟自己的是大家会有常用的这个界面来处理这样子。对，可是因为应该大家很熟悉的，像以前有非常多戏剧可能是 on 档戏，它可以边拍边播，然后如果说它前几集没起来，说不定后面有一些客串的角色就把整部戏带起来了。可如果说像现在有一些它是一天播6集，播完就没了，会不会有些拍超久的一天出来没人看就死掉了？对你们来说会觉得有时候很可惜。有其实我这次因为过去我的戏大概比如说大概都是比如说每周播或者每天播都做过，然后这次是一次也是对我俩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其实我们就想说要弄一个24小时连看这样子，所以我们上架之后我们就一次就见完，有些人就一口气把8集看完了，对，所以他们马上就会提出各种感觉反应或者是回响。其实我们还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所以我们在行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就告诉自己说就是电影，因为电影通常你2小时看完以后大家看过的口碑就会出来，好不好，好坏大家就会传送出去。也因为台湾其实还蛮吃口碑的，台湾观众们彼此的影响力还蛮大，觉得好，哎，他说好，3个人说好，就哎好像3人成虎3人成句就可以看了这样。那我们这次整个播完第一天，我们就在他是下午，我记得是下午3点开始播，对，3点开始播，然后我们就晚上就开始不断的接收那种就是大家对这个戏的评论这样子，所以就有一些带动这样。可是在例如说可能在新闻上也好，或者是因为以前可能每个礼拜他戏剧就是播到这，他只会有下集预告，可是像你们一次播完那么多集，你们需要防他爆雷或者是提前被曝光一些结局吗？我们有心理准备啊，这个就是大家就是看大家大家道德了，对，就是你要不要告诉别人，他现在不然常常下午有雷请不要看这样子，就常常有这种标题就写有雷误有雷误读，你一定也会这样写 啊我也写过啊，对啊，就是一定会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就是大家也不要被人家影响，有些就自己看，希望说自己看完然后哎再来分享这种事。所以大家有些人，所以以前看比如说娱乐的距离在播的时候，其实因为好几个平台嘛，那时候 Catch Play 有播，对，然后公司 HBO， 其实那时候他们就想说，因为 PTT 上有一个版，大家在那边留言，
然后后来就有些人因为好像是 HBO 没有广告，所以他会快一点。然后后来就因为看一晚去决定去分版，就是你看 HBO 的你就不要这边多讲，不要影响我们的 tempo， 你讲你的我讲，我后来就拆了两版在那边讨论，还蛮有趣的这样。所以其实就不同的讨论当然会影响到新的，不管是宣传的方式或行销的方式也好，除了其实观众以外，经营层面也要非常多积极的变化，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欢迎这位，刚刚已经跟他郑重介绍过了，因为其实 Catchplay 旗下的 OTT 的影音平台啊，是台湾唯一成功跨足到国际市场的影音平台。哇，讲了这句会不会汤总的生气？不会啊，我很开心，我也跟他合作。对，好，接下来我们来更好奇，就是说，就是其实在经营方面会不会这几年比较辛苦的地方啊？你说 OTT 平台吗？还是台剧 ？OTT 平台。其实不会，我觉得反倒是本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原来预期的历程啦，就是从4年前我们开始做 OTT 的时候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必经的历程。那观众本来就是会把他的眼球慢慢的从比如说大荧幕或电影来说，或者是电视上的剧转到就是网络网际网络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是没有办法挡的。所以你但是在观众的行为开始转移的时候，其实整个商业模式或是你的营收回来的方式可能不见得会跟得上，所以本来就会有一段期间你是在教育期，你在投资期，你要去影响观众，然后告诉观众说在 OTT 上面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或是更高质感的东西，或是更快看到一些剧这样，然后透过这些方式去培养观众的习惯。但我觉得其实也还蛮蛮得到鼓励的，就是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在台湾观众的期待值或观众的成熟度对剧的要求，你不觉得因为这么多人加入这个战场其实进步很多，也因为这个原因刺激了就是整个台剧的这个产业长出越来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来。然后 OTT 这个部分也是，就是我们从台湾做台湾的部分的竞争或是大家的合作之外，也跨到海外去，其实也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有刺激才是可怕的事情吧。嗯，对啊。可是以前大家看电视的习惯就是可以免费的看偶像剧或是戏剧，一开始在要跟大家收费的过程中，会不会其实在那个费用都很难拿捏啊？的确一定会啊，因为以前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看个剧或为什么要收钱？开个电视还有重播？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其实 OTT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你要看的那个时间，然后甚至你可以一次把所有的剧全部都 K 完，或是 binge watch 把它看完这样。那这样子的一种服务，再来就是你在电视上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选画质，在 OTT 上面我们其实是要一直追逐的，就是从以前 SD 到现在 HD 5.1升到杜比，然后接下来还要到 4K，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付费的。然后再来就是电视上你其实是要等待，因为你中间有广告，对，你有广告了，你就想说，哎，那个人杀了那个人没，或者是他亲下去了没？你在 OTT 上你不用，你就可以看他亲十遍，对，你还可以看他拉回来，没错没错。然后你还可以慢动作，对，然后你还可以换字幕哦。比如说像我们的平台上，因为我们中英文字幕在台湾我们都有支持，所以很多观众他可以中文看一看之后转回去看英文，顺便学英文。那我觉得这些价值呢，当然观众是需要，我们其实很一直很希望建立起就是观众愿意为好的内容付费，然后这个产业也会因为观众愿意付费的支持而得到更好的资源，做预算稍微再好一点，然后制作品质再要求一点的内容。可是在平台上其实有分为像是单部付费或者是月租嘛，对不对？对。其实在观众的口味上怎么样买的人比较多啊？以我们现在来说应该还是月租型的偏多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也要看类型啦，比如说如果是电影的话，像院线片那种就是很大一部片啊，某某英雄电影出来那种，那可能很多观众就是会选择看那一部就好，就只花这一部的钱。对对对，因为很多观众可能就是冲着这个电影来。对。但是有一些观众其实比较偏戏剧导向的观众，他其实是喜欢我就是一次买一个月，然后我甚至就是一直有新剧可以看，然后一直看下去。可能他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花的时间，以台湾来说，平均一个观众一个月可以看到大概四五百分钟，但是很夸张的其实是我们印尼的服务，就是你应该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印尼的市场的中产阶级，我们的应该说我们的服务比较偏向中产阶级，他一个月在我们平台上花时间可以到900到1000分钟，等于是很多，每个礼拜花2-3个小时以上都在看电影，都在我们的平台上看电影或是剧这样。
其实是还蛮大的一个，应该说我们叫 engagement 啊，就是一种互动啊，这样子。对他们来说也划算啊。对啊，我都买月租了，我当然看越多越划算啊。对啊，因为前几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台湾的演员的人才出走？可是反而这几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戏，包含是不管是他大胆用了非常多新人演员，或者他的剧本非常创新，越拍越难。比起以前的偶像剧，可能女生都是傻白甜，或者是男生都是高富帅的那种，就是集团的那种戏，好像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反正越来越多，不管是穿越剧或是推理剧，反而更吸引大家的目光，对不对？问一下，就是做每一部戏都会中的汤总，就是他现在你自己拍了很多，你要不要来演戏？我吗？我要演什么？你都可以啊。真的吗？嗯，你咳嗽性很高。女主角。不好意思，还是想演傻白甜。好，你说你要问我什么？对，我要问说，那现在你们在做台剧的方面，会更考量更多的内容吗？或者是怕剧本太八股？我会，我一直都是这样。嗯，我觉得现在，因为刚才那个 David 也讲到，其实现在这几年，那就是所谓的整个 OTT 的效益，你可能你的剧摆上去之后，旁边就是韩剧，就是什么美剧，所以观众当他打开的时候，他如果不是第一个想要，他想第一个想要选择什么？现在大家都很多会先选韩剧，不管什么内容，他们都会先看，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可能会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你们如果打开你们的 OTT， 其实他们都有分类，各种他们都有根据你的或者是根据你的观赏的片型，他会帮你的大数据去找到你的观赏的趋势，然后不断推各种片给你。这是这个所谓 OTT 一个有趣的一种透过大数据来观察各位观赏行为以后，他们不断做推送推播的。这个从 Amazon 那时候就开始了。那当然，其实Netflix 或现在所有大部分的平台都是采用，即便你们看的 YouTube， 它也是这种模式。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自己在安排在决定要做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就会想比较多，我就希望它的类型感重一点，而且我的质感、我的技术面一定是摆出来不会跟所谓的好莱坞或者是韩剧或者是国际的戏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技术面，我们其实这几年我自己的团队，我们很强调技术面。比如说你们看《谁是被害者》，或者是我接下来有两部戏，我从1949年拍到我做两出戏了，我拍1949，但我也拍2049。2049是一个未来的戏，未来戏我们就是有动画，就是有特效。可是我当下正在拍，就是我们《以恶距离》的导演林君阳的导演跟我合作的另外一个片叫《茶经》，拍的是1949年的茶叶。我最近就是这段期就是不断在历史的循环，横跨了60年、欸，百年，数学问题，1949年到2049，数学真差，对，就是他可能就是技术面会让观众提到说，哎，我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世界跟新的视野，那我觉得这个是对观众来说是福利，就是我给你新的想象跟观察。其实刚刚讲说黑猫之情也是，其实那个题材就是你看，其实我都会想看，就是它确实从题材上面跟类型上面跟技术面，甚至你讲说演员卡司现在非常流行，就是一摆出来就是10个，以前是这10个可能是可以放了3-4部戏，对，那现在是一出戏就要让他看，你看到全部这样，就是那我觉得这个是对观众来讲永远是最好。所以也这个产业确实是需要一个互动，就是包括我们自己把好好的做好，观众愿意进来，然后大家愿意投资，然后产业愿意投资，其实这个然后呢广告也愿意进来，这个是一个好的循环。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这形成一种好的一个模式，但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做好这样。如果说这真的是好的模式吗？我们就要问演员本人才知道，对不对？因为以前可能大家对戏剧环境会觉得说，边拍边写边播，甚至如果不小心收视率太好了，15集变20集的，就演员就只能继续拍，因为就是没拍完嘛。那现在集数变短了，是不是对演员考量上，其实反而要留的时间没那么多了，反而其实他更容易踏入不同的戏剧或接的剧本呢？身为演员嘛，你的角度其实会，因为你说。我们一定也都会想要一直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希望接的角色也可以很多元，不要好像一直被局限在啊，你就是永远可爱这样子。那我觉得过去其实我刚好出道10年了，所以好像真的是刚好在今天的题目里面有一个很夸，我都是从小看你的戏长大，没有那么夸张，也才10年，是真的，是真的，我从小看，没有那样子，就是我觉得从过去，我觉得相对是比较被动的，那现在是可以比较主动一点的来，选择各种
不管类型，或者说当你在，其实我觉得好玩的是这样，其实当一个戏剧在播出的时候，线上有很多的互动，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同时也是在检视自己拍摄的过程啊，对。所以等于说有不同的选择啦，然后反而也因为集数比较短，可以参与的时间或者是大家选择也变多了，就变得更好玩一点吧。然后还有我觉得是整个拍摄的那个团队吧，就是也有很多的心血加入，那现在的拍摄的那个器材们也都非常的就是多元跟新，所以真的其实很多的创意是就是在这几年这十年间其实真的变化很大，那其实在不同的平台上的播出我觉得都是很不一样的尝试。那虽然说我觉得某部分还是蛮怀念，有时候大家一起聚在电视机前，就是骂，对对，一起看，一起骂，或是一起哭、一起笑这种状态。但当然就是最近就当然疫情还是什么，或者说观影的习惯有点改变，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有很多可以挑战跟突破的。其实我自己都在想象，就是未来会不会有那种可能，就是我们同时间一起播出一个戏，可是每台手机是有就是不同那个戏剧线的，就变成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啊，就是我自己的幻想，就因为平台的不一样，我觉得会创造很多应该说有很多新的那种想象空间。现在已经有就是趴办 party 嘛，对不对？比较像是那种，就是现在已经有互动电影这种东西，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你可以选一个，然后你要看下一个结局，可是你的朋友可能不是要看这个，不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可以，现在可以，很有趣，对，对，已经有演员要拍两个版本，就我的背也要演会演这样。好，所以是更好奇，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你六月才杀青另外一部戏，是，可是，在疫情的影响下，会影响到演员本身吗？还是其实反而相对比较还好？当然，刚好我们的环境是相对就是疫情上就是控制的比较好。那影响吗？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真的这么严重被影响到，但我自己跟身边的一些朋友是还好。以及其实身为演员，我觉得就是随时准备好自己，那你的生活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安排，那你会遇到合适的剧本。当你就是去遇到的时候，就把它抢下吧。所以其实我是没有觉得被影响太大的。这边有一题提到比较严肃一点，是他严肃到我快看不懂什么意思，我直接用念的。他说，在2019之前呢，举凡能与韩剧、美剧陆续竞争的台剧，不是与国际业者的联合制作，就是上架国，或是就是上架了国际影音平台。似乎要有国际平台的参与，才能有票房跟品质的双重保证。但是我们约的距离，在去年就打破了这样的僵局。这题就要来问我们的杨执行长了。这题你听得懂吗？我自己念完我都听不懂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假装听得懂。他的意思是说，哦，好的，我把第二题念完就知道有在夸你了。他是说，杨执行长投资戏剧的眼光非常精准啊，在这一波新台剧的逆袭当中，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你决定的，你决定买下来了，是不是？对，收花。对，当初为什么这么看准这部戏？从哪边感受到说啊，这个一定会大众啊？其实我必须承认，就是我在看《与恶距离》之前，我完全是一个不看台剧的人。哇！对，其实 这是一个还蛮大的 confession， 就是说我原来真的不是一个台剧咖。那因为我们Catchplay 大概十年左右的历程都是在做代理商，也就是外片的代理商，所以我们代理很多像比如说《La La Land》啊，比如说《幸福绿皮书》这一类的电影。但是我们是看洋片长大的，你这样想好了。然后我们的剧，或是在我们平常不工作的时候，我们看的剧也都是就是美剧、英剧这种。那会看韩剧，但是以前不太看台剧，就是因为觉得台剧好像是我妈妈那个年代在看的东西。什么？对，就是那是乡土剧。对，就是以前对台剧是有这样子的印象的，所以我必须承认，就是当我开始就是在想说，我的 OTT 平台除了电影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给观众的，而且可以让观众在上面时间待得久一点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英美剧。但是我们试了一些英美剧之后，就发现说，其实英美剧可能对台湾的观众的应该说关联性不够高，所以它能够吸引进来的那个用户，还有它停留的时间还是有限的。后来开始在想象台剧的部分的时候，看到《与恶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
超越我心里面想象的台剧非常的多，然后我发现说，就算我这种就是吃惯了就是洋餐的人，我一看到娱乐剧，连我都是非常被感动的。所以我觉得那种感动的震撼，是加倍的。当我已经跟这个台湾的这个戏剧脱节这么久之后，重新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个还蛮震撼的。所以就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当下就非常冲动嘛，然后就也看了很多。就补看了很多台剧之后，发现说其实这个应该是真的很棒的，这样，所以才会去做这个决定啦，也没有到很手滑啦。可是那这个决定后来得到成果是不是超乎你的想象啊？的确是，就是有一点超出我们原来的预期。我原来我们只是希望说跟台湾的观众有一些在地的内容拉近一点距离，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真的还引起蛮大的风潮。当然我觉得那个完全是剧自己本身非常的好啦，然后整个团队制作团队非常非常的用心，演员也很棒，能够把这样的风潮带起来。这就很像是伯乐跟千里马嘛，就是如果戏再好，没被你们找到，没有好的平台播，其实好戏也不一定会被这么多人看到，对不对？我真的觉得就是踏入台剧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心得，我觉得做内容真的一定要有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爱。你没有那个爱的话，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出于这个爱，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团队是卯起来帮他用电影的规格来行销。所以除了剧好，除了本身的制作品质好之外，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跟制作团队本身对这个作品的那种爱，是你会源源不绝的一直想要帮他做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不管是在社群媒体上，或是真的把他拉到戏院里面做首映啊，或者是每一集播完之后都想要开一个直播来讨论剧情啊，然后找最大的就是都在试一些新的东西。最后一集的时候，我想那时候玉玲制作人还把他拉到就是大家一起到实体的一个地方，实际一起来看完结篇啊这种的。那我觉得很多的突破都是来自于你对一个东西的热情。那做内容最需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我相信演员也是，制作人也是，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你真的是感同身受，你是会很愿意，而且你会停不下来一直在想 idea 怎么把它再往上推。对，那这件事情有影响到 Catchplay 的消费者的习惯吗？比如说他们本来可能也没有那么爱看台剧，所以买了吗？对，那他们会觉得，我不要看啊，还是就是反而突然觉得好看呢、啊？我觉得有就是说，一方面这个是鸡生蛋，蛋生鸡，就是说以前 Catchplay 提供的都是一些比较属于就是欧美电影的时候，或者欧美剧的时候，那我们吸引到可能就是社会上也只有喜欢欧美电影跟欧美剧的这一群稍微小众一点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开始推台剧之后，你很明显的会看到用户数的增加，然后就是我们开始在吸引一些更多的普罗大众进来我们的平台看，这样。那当然相对的，我们也把可能过去像我这样不爱看台剧，或是根本不知道台剧现在在干嘛的人，开始推荐他们看了台剧。所以我们其实你会发现在平台上，我们比较不像其他一般平台，就是说什么台剧来我都上，八点档来我也上，然后那个阿公阿嬷看的戏我也上，我比较不是这种想法。我比较想是说能够真正有一些挑选过，然后我们自己也喜欢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观众的时间非常非常有限，怎么样能够推荐出值得你花时间看，就是生命应该浪费在很美好的事。你应该如果没有很好的剧，你应该回去陪你的家人，你应该去运动，你不应该守在一个荧幕面前花十小时在干嘛呢？那一定要那个剧本身或是那个电影本身让你觉得你有得到东西吧，不管是哭或是笑或是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经营这个平台一个还蛮重要的宗旨啦。所以收视率是一回事，点阅率是一回事，我们会希望我们自己所代表的是一个帮观众挑选值得你花时间看的一个有品质的内容，这样。而且同时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从别的平台过来这里吧。这个当然是希望，但是我觉得现在 OTT 来说，虽然大家已经看到我们好像已经打得如火如荼，非常，可是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就是成长中的阶段，所以现在比较像是大家怎么一起把饼做大。我觉得还没有到说饼已经差不多就这么大了，然后大家就是互相厮杀而已。我们现在比较没有在看零和这件事情，我们比较在看的是怎么一起把观众在各个平台上都拱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程度。对，好，接下来我们来问说，就是因为其实谁是被害者之前就大卖嘛，对不对？以每集约30万美元的售价创下了台剧销售的最高纪录啊。我们来问汤哥，真的有这件事吗？每集30万美元、啊？这题我本来想要先跟你讲不要问的。哇，那当然会卖得很好的，其实是当然不止，不希望
以后会是比卖这个价钱低，未来这样子。对，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刚才这个 Devin 讲，其实台剧这几年，我觉得那个能量在啦，然后也我们开出的规格也高，我觉得台剧值得这些价格，所以我觉得未来，我相信曼叔这刚刚也拍完，据说也是预算惊人的，应该可以卖得非常好的剧哈。那我觉得现在台湾，我觉得大家要对我们有兴趣，我确实我不是会要用这个数据来说我们做得多好，而是它确实我们做出来的品质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不管是《约的距离》或者是说我们之前《麻醉风暴》，其实基本上拍摄的预算就已经非常好了。以前目前来讲，大概一般各位所熟悉的偶像剧大概就是180-200万在拍一集这样，而且是90分钟。可是带我们在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从200。麻醉一第一集的是200，然后到麻醉二我拍的时候是到500万，然后娱乐的距离是400万啊，那我们这边我们这剧也就是也是更高2倍以上这样子哈。那我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愿意投入这个费用，是希望能够真的把钱要放在更好的位置上，不管是从技术面找的演员，或者是我们在声音效果或者是美术上面，各位都可以再从荧光幕上找到，哎，为什么它值得这个价钱？我觉得这一波这两年的整个成长来讲，大家都会往一就会觉得说台剧好像不一样了。我觉得不，当然很重要还是剧本哈，还是整个大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它值得这个价，一些必须更高。比如说我之前也曾经有一个很感慨，就是说我去首尔，在几年前我去釜山或首尔或者是新加坡参加所谓的他们办的一些购片的一些。影视节的时候，他们对于台剧的费用就是啊，这个500万一集，500块台币一集，或者是对不起，500块美金一集，1000块美金一集，2000块这种价钱，我当时就很不服气，就是所以我因为台剧曾经非常好过，以前不管是可以讲到包青天呐、啊，或者是到哇，你们有听过包青天吗？有啦，有啦，有啦。台下还是有一些包青天在观众，在东南亚还是很受欢迎哎、欸。但我准备要来拍包青天的，找你来演哈、哦，就是、哦、哇，那我这边画个月亮，喜剧版的，结果还讲错台剧版剧没有了，我代替月亮来惩罚你。对对对，总之就是台剧有一段时间，其实你们说《流星花园》到现在，你只要去东南亚、泰国、菲律宾，你问他你看过什么台剧，他就会告诉你说《流星花园》到现在都是。那还有命中注定外，你到上这两个月，因为大陆拍了一个新的版本，我最近看了一个 profile， 包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菲律宾，他们给我们的数据来看，都是在他们当个月的这个话题的第一名。但这个是一个台剧被重新翻拍的《命中注定我爱你》，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过往，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当下来是不重要。那娱乐的距离或者是说谁是被害者，在 HBO 或者是到 Netflix 这样的国际平台，确实有被一个鼓励到哈。我们觉得未来台剧就是应该要往这样的一个方向走，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水准是可以到那样一个位置这样。其实从通灵少女就开始了哈。那这几年其实熟女在大陆也非常受欢迎哈。那我觉得确实今年金钟奖的摆出来的所有的我们26号颁奖了哈，其实就是你会看到其实大家都各有特色，然后也不会是为了像以前过去一样集中在某种类型，它确实什么都有哈。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产业有一个新的气象的开始这样。可是有因为国际资金的加入啊，让台湾的制作团队在企划阶段会必须要设想到更多的观众的想法吗？有，其实我们在跟国际团队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或者是说他们其实会有很多的主导性。所以我曾经在做娱乐剧之前，我就有跟国际平台有在讨论剧本过，可是我发现他们对我们剧本的信任度很低，他们反而就找了国际的团队进来这样子，那就我们就退出了。那后来我们做了麻醉风暴，我们娱乐的距离，或者是到现在谁是被害者，我们都充分掌握在我们自己创作人的手中，我们没有跟他们不会去干涉我们要怎么写怎么做，他不会，就是我们有很好的原创力这样子哈。那其实过去这十年来，因为陆剧节或者是大陆投资方把很多台湾的影视团队都吸引过去，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的戏剧的规定或者是限制，让台剧有一点
的方位就是有点跑掉，可是台湾还是有很多人在耕耘很好的剧。那我觉得现在台湾更可以大声告诉人家说，我们的创作自由跟我们的多元性是很值得向全世界推广的。可是在偶像剧的世界里面，我们要问一下简曼叔，会不会其实当女演员有时候真的比较辛苦啊？因为有些男演员他可能演个一两部他就大众了，他就开始狂接很多戏，因为女生就是看偶像剧，然后就追着那些男生跑啊，不管是商业活动也好，或者突然就接到不同的国家的戏剧啊，可能女生呢这方面会不会比较吃亏一点点？羡慕嫉妒恨，没有啦，就是。确实会，我觉得这也是我可能刚出来，就是刚接触成为演员的时候，那时候的难过的地方吧。对，因为可能我觉得最有趣就是体现在就是可能跟就是同系的男演员一起出去宣传的时候，他的粉丝超多，然后就是追着跑，可是。当然，因为这是偶像剧的一个包装之下，就是要一个偶像。那我虽然说，对，我也就是那个追着偶像跑的，因为我在戏中角色可能就是类似是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渐渐的，因为观众的口味其实真的是，就是因为他们的视野都越来越开了，让在那个平台上的选择也很多，所以其实已经就是对啊，观众的胃口已经越养越大了，他们不会只是在满足于就是只有情情爱爱的那。也许从我比较年轻就开始关注我的戏的人，就是现在的观众也跟着我应该有一起长大，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他们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群，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养成自己的观众，就是身为 女演员我觉得幸福就是我觉得那操作在自己手上的那个权力可能相对也大一点吧，就比较不会是一直我就是要定位在偶像，而且就像可能我结婚了，那个给那个观众粉丝的冲击也没有那么大。跟男偶像结婚可能就是一个不行，我老公不行结婚，对，不行就会有一种破灭，对对对，必须。所以对吧，有羡慕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因为以前大家印象中一定会有非常多案例，可能是他公布了他有女朋友，他结婚了，他接下来的戏路偶尔难免会有点局限，就因为女粉就是看男偶像的投射嘛，对不 对, 對？所以反而想过来，其实女偶像也蛮吃香的，只要真的把戏演好，观众只是看得到你的演技，对不对？所以当然我自己就会把自己定位，我不是偶像，我是演员。演員自己有时候自嘲自己是，而且其实现在多了不同更多的剧本，像是你说像谁是被害者这种角色，他反而更让不同的女主角也更容易被看见，对不对？是啊，你自己会期待有什么样的角色吗？在未来，因为你已经演过了这么多种了，你还有什么没演到的吗？其实也还是蛮多，比如像武打类型啊，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如果台湾有就是接下来有多一点的武。展招吗？我小时候最向往就是我是要演展招，可以那个扇子这样打开的，就是对啊，就是台湾的，我觉得如果多一点武打类型的戏出现，应该也不错。就是随着不同的越来越多元的剧本也好，当然会希望说未来有台剧可以走到更国际的市场嘛。那但对于未来的期望，就是说汤哥之前有说要把市场打开到全世界，那你觉得台剧如果要上架到国际平台啊，你自己觉得最严峻的考验，或者是应该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啊？我觉得整个产业有一个能量在了，就是好的故事跟好的说故事方法。你们知道在这些国际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戏剧哈。那我其实也我是不只是看什么日韩，我会去看个巴西啊，会去看个芬兰啊，或者是看一个西班牙哈。就是基本上我是跟 David 你刚好相反，先生也开始看更多全球的剧。其实像你说印尼、菲律宾很多他们的戏也拍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平台，我们有语言没有隔阂，然后我们的时间更有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创造的剧是影响力是这样。那台湾市场大不大呢？就看大家想。可是确实这几年因为商业电视台的广告量减少了，他们对投资台剧的方法少了，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共同的合作走到贩卖版权来获得所有的回收这样子。不然其实广告量基本上已经都跑到新平台去了，他们没有办法再像过去那么风光。所以基本上电视台的规模缩小其实也影响到非常多。那我们走的新的路子就是抢进市场更大的地方。那我们
希望台湾看，一方面我们创作的剧可以让台湾观众看到新的视野，就是我们看台剧相同的语言文化，我们甚至有点 local 感。我们这几出戏都有非常非常可以，我觉得今年这几个这两年非常非常红的剧，他们基本上他的在地感跟世界观都有，就是 global 跟 local 都有感。他有一个 local 的故事动漫，然后人情味，但是他有一个 global 的技术或者是一个世界的一种节奏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会继续操作。你看韩国就是嘛，他不管是艺术片或者是动片。真的啊，全球在我今天下午去跟印度大使碰面，因为我今天有个戏本来要去印度拍，但是现在疫情没办法去了。然后他们就在提到说，他们基本上他们的 OTT 也是很热络这样子。那他们基本上他们有，但是因为还就是印度的市场，他们自己宝莱坞或者是印度剧的市场的东西也非常好看。那他们也抵挡不住韩流的来袭。他说他们韩剧在印度也是非常受欢迎，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韩国让他们是从国家所谓产官学跟观众他们创造的所有的文化价值在往各地方推的时候，其实全球就跟着这个脉动走。像你们知道吗，三个礼拜前 BTS 他的 Dynamite 这是他们第一的一首英文单曲登上了美国排行榜的第一名，可这两年他们有非常多的歌曲专辑登上美国排行榜的第一名。这个是尤其但是单曲榜是一个非常难 攻下的一个美国这个市场。上一次有亚洲人登上这个第一名是四十几年前的 Sukiyaki， 那韩国人又上次有一个非常接近，就是 Gangnam Style 曾经到第二名，但是他们当他上个礼拜登上全美排行榜第一名的时候，这个其实对于整个韩国的音乐界是一个新，但他们已经很红 ，BTS 已经在全球非常红了啦，他们在甚至阿拉伯，所以说他们从影视音到文化到食物已经是完全打开了。这件事情是从哪里开始？确实是他们从戏剧开始。他们从戏剧，然后明星的推动，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往那个地方推。这个大家都，你说三星或者是他们常用的家电品也跟着这些一起走，所以他们是不管是软体业或者是硬体业，他们是整个在国家在跟全球互动。他们韩国也只有五千万六千万，就加上北韩的所谓讲韩语这个观众，加上中国部分讲听韩语的这些朝鲜族的，其实就这些人。可是他们走到的地方是我们超想象不到的，他们可以在秘鲁智利办一个几万人六万人一场的演唱会，可以到瑞典办一个30万演唱会。 BTS 几乎是每个礼拜都几乎有一段时间每个礼拜都在上什么艾伦秀啊，美国脱口秀，英国什么秀，还有他们在 Spotify 的上面的点串流音乐 K-pop 的算已经超过411次，还在不断的增长中。全世界听 K-pop 最大的国家是美国跟印尼，当然也是人口多，但是他们新的市场在埃及、越南。所以你们知道吗？对我来讲，影视音这个产业往哪里去？我们如果要竞争，以前同济电脑跟三星电脑在全球打，后来是 HTC 跟，就是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一种推动。那其实我不敢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走到那个，但是我相信以华人文圈的文化跟我们的整个。一直有一些滚动的方法，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啊，为什么没有？对，好，其实刚才讲座的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网友在线上同时有提问，对不对？那我们把问题秀出来给他们。那我们是要问谁呢？还是就看谁想回答就可以？觉得台剧如果要吸引不同语言的观众走出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样必要的元素啊？我们来问汤哥好了。好来，我觉得还是有几个事情重要，就是类型啦，因为类型可以很容易让观众抓住。你知道这几年其实我们公司也做了红衣小女孩，其实我们有带动一波的这个关于恐怖片的这个风潮。那今年女鬼桥或者是中邪啊，这些片子都有很好的市场。我们就觉得说，我更确认说，其实类型这个其实有很多隐性的观众他们在找。那其实台湾有很多类型观众，像你们知道 BL 剧很受欢迎，来在全球，其实类型基本上他不需要语言，他们其实会找到自己想看的地方。那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开始去多把类型的，就当然要我自己是这样做一个戏，我必须要很明确他要目标观众是什么，他展现了什么样的方法。但只有一种类型嘛，也不见得，类型跟类型中间还是可以有一些合作，一些变化。比如说《谁是被爱者》，他基本上你们可以看到他有很浓郁的情感，他谈的是父女的感情，但他又用，他是用所谓的刑侦剧的一种概念推理观念来做。那我们《娱乐的距离》也是，那《麻醉风暴》是推理加医疗，所以这个其实是类型剧可以达到观众很重要的部分。你们看，其实最厉害就是韩国。
他每个剧都是把爱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不管是来自星星的你还是太阳的后裔，用战争的，就是他们很知道要这个戏要走到哪里。我觉得这个是找观众的很重要的定位，但台湾确实还要培养不少的明星啦。我都觉得你看，就是刚才我提到影视音的合作，他们永远永远你们会知道他们会帮你带到哪。台湾曾经也有很多很好的明星，香港明星，你看其实这个都是打开市场一些必要的因素。那现在因为我觉得国际游戏平台他们所谓的语言的门槛降低，他们可以靠 subtitle 嘛，全球的很多人都看 subtitle， 但也有一些 OTT 它是用配音的，像 Amazon Prime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订阅，它很多的剧它配了华语在里面，你可以直接用听的、哦、那这个其实 是一个全球更多，你说越南或是泰国、日本人也不太喜欢你看 subtitle 啊，意大利也不看，他们反而要用配音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反正回到剧情，回到类型，回到故事上面，还是有机会。精致的拍摄其实有机会这样。这一次我们同时也要问杨执行长，就是在 OTT 平台里面，你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看到吧？例如说来自不同的城市，他们去选择观看了不同的语言的影片，或者是其实这样的人多吗？其实应该说观众并没有一个先觉的偏见，他一定要看哪一类的戏。我觉得观众反倒是很以全球观众现在接触的戏剧的类型，其实都已经非常类似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观众的水准或是看剧看电影的水准已经越来越接近了。那我倒是觉得如果以台剧过去的创作方式跟现在，如果有更多的眼光想要往台湾以外的市场去走的时候，我之前有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看《寄生上流》在台湾也是 Catchway 发行嘛，但是我们很开心的看到他得到奥斯卡奖，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光荣，一个亚洲片在全球卖得这么好，同时得到一个在欧美世界最高的一个算是创作的指标的一个这样的奖。那我觉得《寄生上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韩国作品的代表，也就是说台湾的创作者以前比较像是主创型出发，也就是说我想讲我的故事，我想要讲我从小长大的故事，我妈妈的故事，我爸爸的故事，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来跟我们提案都是这一类的。那你今天要走出去国际市场，除了刚刚汤哥讲的就是说类型是一条路线之外，我觉得第二条路线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愿意为观众想，你到底是要有没有为娱乐这一群观众去想。那你可以想象你今天在一个电影院里面，你前面的三排坐的是你自己的 native language， 就是你自己语言的观众，可是你的中间那一排有没有可能坐的是亚洲的观众，然后再远一点，你觉得他没有可能是奥斯卡评审坐在那边，然后这些人他们都可以从你的作品里面看到一些东西，而且是他们会欣赏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你要如何为国际观众创作的时候出发点的不同，你愿不愿意为观众讲话，然后你的观众是谁，你设定的只是台湾这些为你的所谓很台的笑话笑一笑的人，还是大家都有共感共鸣的国际观众会关心的题材。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平台，像《俗女养成记》也是在我们平台上首播一个我觉得我们非常开心看到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准备要进入第二季的制作的流程嘛。那《俗女养成记》就是让我们非常惊讶，就是在印尼的市场跟新加坡东南亚市场，我们看到它受欢迎的程度其实超越我们当初的想象，就是因为它里面非常有非常台的部分，比如说台湾人从小跟爸妈怎么长大，里面有很多 台南的元素啊，这些东西是台湾人特别有感觉的。可是同样那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还有一个40岁女生面临到底要不要结婚，还是要不要生小孩，要不要落入一个大家期望的婚姻，这个东西是全世界都有共鸣的。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可能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可以多想一点的，就等于说不能只 for 特定一群的观众才能把戏真的推出去，对不对？接下来下一题我可能要站起来问，因为那个题目被一两个人的头挡住了啊！不好意思，就说你们想问一下杨执行长，网络影音平台改变了观众追剧的习惯。国际 OTT 平台早期是一次要播完全季的影集，可是也有一些人是一集集慢慢播，可以分享一下台湾的观众习惯吗？然后后面那个是或是Catchplay 姐是说杨执行长吗？是吗？啊，对 ，Catchplay 姐 ，OK， 想问一下 Catchplay 姐要如何？她帮你取了一个名字，叫 Catchplay 姐，我叫 Catchplay 姐。好，那我先问 Catchplay 姐好了，要如何调整就是经营方面跟？哦，那是如是不是？哎呀，我真的是有个没礼貌，我看错。但她叫 Catchplay 姐还蛮好的、啊。对，
对，我从此有一个绰号了，蛮 好的、啊，谢谢谢谢。我可以去瑞姐啊，或是 Catch Play 如何调整播放次？哎呀，这也太好笑了。我们先问一下 Catch Play 姐，不小心得一个绰号这样，我真的是太尴尬了。不会了，好，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观众是有弹性的，我们觉得是这样。那我觉得比较反而回来问的是，当初播出或者是产制这个内容的，就是主创或者是制作人或者是平台或者是电视台，你的应该说商业模式是什么？那我觉得啦，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可能是在，比如说，如果你单纯只是一个平台出发，那你比较会想象的是平台的成功。所以可能很多单纯只是平台的业者，他今天拍一个剧之后，他能做的事情就是，或是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直接把它全部放上去，然后一下子吸引观众全部涌进来看。这个对平台来说是有道理的事情，就是 make sense 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今天合作的对象是一个电视台，那我当然会希望这个东西可以跑长一点啊，因为广告商才会来跟我买一整季的广告啊什么之类的。我们的想法是，我觉得现在台湾的观众是两种都可以接受，而且后者其实是我们比较倾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后者的方式，你比较有办法真的每周对一直去推这个剧的成功，每个礼拜的发稿啊，网络上的对PTT 讨论、啊、对对，然后呢，有一些观众他受不了你这样子搞他的，他就是想要一次看完的，他就会等两个月、三个月后他再一次来看完。所以你两种都满足到了，然后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比较能够推升内容本身的成功，而不是平台的成功而已。对，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问曼叔，说认为台湾演员的最大优势跟劣势在哪边？哇，这个题目倒是真是个大哉问呢。优势跟劣势。应该说这样的环境好了，你说包含到现在的拍片的环境跟以前，你觉得跟以前最大的不同会在哪边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一体两面。台湾演员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实因为竞争其实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激烈，所以其实你蛮比较容易可以很快被看见。可是我觉得这也就是劣势的那个存在，因为竞争力就是相对你的一个演员的竞争力会变得比较弱一点。那好难回答，就会问到自己的感觉。但我觉得现在的好处是因为其实真的平台打开了，然后我觉得过去就真的好像在我这十年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那其实现在我觉得演员也有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觉得很难过，是很多时候就在网络上突然就红了的一些可能就是网红，他们开始也就是加入了演员竞争的这个行列。那要怎么样，就身为一个演员要怎么样让自己的演出这个技能是越来越专业的？其实我觉得也好，因为面临到粉丝被分散了，然后抢的人多了，那你要更去提升自己的就是能力吧。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啊，对啊。比如说，以前十年前面对的可能不是这些，对，是如何把戏接到再说。对。可是你后来面对的可能是要把观众的眼球先抓来，还不一定有什么好，就是只能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对不对？对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开放现场的提问了。那有人想要问问题的吗？哎，你好，有麦克风给你，你想要问谁呢？我可不可以问那个杨执行长还有汤总各问一个问题哈？好，简曼叔，你先休息。我想请问那个杨执行长，就是现在爱奇艺会被踢出去嘛？那对整个的这个产业啊，就是说，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有什么改变？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说，爱奇艺原本并不只是一个平台，它还是一个生产很积极的生产优质的自制剧的一个平台。那所以就说当爱奇艺被踢走的时候，这个第一的位置可能也许会有人去抢嘛。但是当然我相信就是说所以我想要请问的是说，就是说Catch Play 对于就是说自制优质剧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什么更多的规划
好，那我想要请问汤总的问题就是说，你刚刚一直有提到，就是说还有我们今天整个主题就是说，我们台剧是会对全世界，所以我们有更大的市场。嗯，刚刚也提到了韩国，但是呢，就是一个戏剧最本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剧本以及编剧，但是以中日韩来的编剧的地位以及收入，台湾就是一个丫鬟等级啊。那我不知道就是您身为产业就是可以算是一个比较高规格重视品质的哈，就是说对于就是说提升台湾编剧的地位与收入，您这边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或做法？我先讲一下，就是你刚刚问的第一题啦，就是我觉得爱奇艺现在在台湾的状况啊，应该说需要政府再做清楚一点点的应该说决策吧，因为说实在，台湾政府现在的方式是去禁止台湾的这个代理，可是实际上观众还是可以透过国际站看得到爱奇艺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让我就是身为一个业者来说，我是比较没有办法理解说政府到底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只是要顾住这个面子吗？还是你真的要去抵挡或者是抗衡，就是对岸的一些所谓文化影响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政府可以再讲清楚一点的，要不然的话，如果一个事情只做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就是面子顾住啦，我让他在代理，在台湾代理走不了啦，这条路走不通啊。可是实际上你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如果真的是要去抗衡一个文化影响力的对抗，那你要做的真的不只是这样，但是有真的需要做到文化影响力的对抗，要采取到多重的，要那只手要下多重，我觉得这也是文化相关的就是主事者必须要考虑的事情。今天台湾的内容产业是不是能够强大到我们不用担心任何的所谓外力，那台湾的观众是不是自己可以去判断，就是说我喜欢我自己就是在地的一些原创内容多过于其他的就是文化的来源的东西，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台湾的就是管这所谓文化内容产业的这个主事者要想得更清楚的一个题材啦。然后你刚刚问的就是说，那 Catchplay 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要多做很多就是原创内容，或是趁这个机会多做很多内容？我觉得我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就是突然冒出来的机会啦。其实 Catchplay 我刚刚讲说，我之前是不看台剧，但是我从娱乐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还蛮启发我们整个未来的整个企业或是我个人的接下来 的做事情的 focus 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其实从去年娱乐距离做完，然后后来又做熟女养成记，整个把它推在 OT 平台上推到一个程度之后，其实我们就觉得我们想要认真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过去发行就是英美剧跟电影的这个能耐，其实是可以做一点事的。所以我们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我们七月的时候也成立了一个子公司，那跟文策院合资成立，就是专门要来做台湾原创内容的。那我们会希望能够在三年大概从现在开始，其实我们希望可能不用到三年时间，要拉到一年可以产至100个小时的优质甚至是旗舰级的原创台湾原创内容这个程度。那今年现在已经有两个剧，一个已经在开拍，一个就是陈沙霍，其实有张荣荣，有庄凯勋，然后有刘冠廷，是非常棒的那个就是电影级的角色跟电影级的制片，然后跟香港的 View TV 合制，这样所以已经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合制的 project。 那现在七月已经开始在开拍，我们预计明年初就可以跟大家见面，这样。第二个就是大家很期待的《熟女养成记二》，我们跟华视就是终于说服了就是主创严艺文跟陈昌伦一起出来，然后把原班人马带出来，大家一起要让大家再经历一次跟着熟女又哭又笑的这个历程，这样子。所以这个熟女的剧也会在近期还有很多的消息会跟大家分享，这样就是希望能够以后能够做到每个月都有，每个礼拜都有东西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们希望做到的。爱奇艺的问题，其实我这边也有点想法。基本上台湾是一个没有任何网络管制的自由国度，所以我们其实要接受任何的内容其实非常容易，甚至盗版我们都可能很多人更多人看盗版。因为我后来上去看，因为谁知道是没有在电视台播嘛，娱乐剧那时候我们是大量扫荡啦，就是确实有管到一个效果，可是我们却管不到对岸。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这样一个自由国家下，基本上做这个动作，基本上我大家可以推动
推想说他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其实对我们产业来讲，爱奇艺基本上投资台剧非常非常的认真，我也不觉得他应该会干扰我们什么创作自由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政策意义比较大了，那我们也言之于此，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可惜，因为其实有时候对我们这些内容制作公司来讲，我们期待的是更多的可能性跟表现。那这个动作就是刚刚 David 你讲的，到底要，我觉得这个有整体的概念要推动，它不会是一个从一个单一的方向去想这件事情哦。其实产业因为这样是变得怎么样不一样？其实台剧会变得比较好吗？还是观众会开始选择看正版吗？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事情反而有更多的问题要延伸跟讨论这样子。然后谈到编剧的问题，我们在4年前成立了英雄旅程这家公司，我们就开始做，这不是一个旅行社，每次经过我们公司，哎，你们这是什么旅行社？没有，其实我们汉朝是做英雄旅程，做故事开发。我们在两三年前，我们就开始做故事开发跟就是概念的组合，比如说我们娱乐距离的整个，那时候在做整个第一波的企划包装的时候，我们在拿这个案子的时候，是我们就是英雄旅程做的。然后我们公司有养了一些编剧，然后我们有一些长期合作编剧，然后我们在2年前办了野草计划第一届，我们找了台湾的平台跟各种公司，让他们来选择他们最可以直接合作的编剧。然后我们今年办第二届，有发现有四百二十几件的报名参加，然后我们在这3年内，我们公司找了好莱坞就救猫咪的这个团队的编剧，然后去年我们找了泰国的那个两个导演，然后前年找了韩国的编剧，然后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些国际的这些人来交流。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来报名的编剧超级可怕。我们第一年请好莱坞那个救猫咪的编剧来的时候，你们知道有多少人报名吗？600个人，但我们那个场地只要200人进来。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哇，你只要有愿意，其实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刚刚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也很想改变。其实比如说刚刚讲说韩国的编剧，他们的电视编剧是可以分润跟财账的，台湾到目前还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可是这个就是整个产业的整个结构的问题啊。过去电视台决定主题，然后为了收视率对编剧 的管控相对多这样子。那现在回到制作公司上，我们确实有能力去改变，但我觉得一下子没办法变那么多，因为整个制作费还没有办法拉这么高。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把编剧费用拉得比较高一点，以前可能5、6万、8万块一集，我们现在可以12万、15万这种编剧费已经有了。可是你们知道在对岸的大陆，他们的数字是人民币的，数字一样，币值不一样，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大陆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问得很好的问题，我们也试着在做。我们甚至在这几年每年办这国际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有请律师来直接来跟说，你们编剧的权益怎么管，编剧应该顾有什么权益，版权上面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这个产业让每个产业这个可能过程健康的过程啊。比如说刚才 David 也提到，对我来讲电影创作来讲是导演很重要，在韩国也是，电影编剧不重要，电影导演重要，不说不重要，相对来讲。可是电视剧的首要人物就是编剧哈，你看美剧，其实他们导演可以每集换的，你们看很多美剧的导演每集都不一样，可是编剧一定是他们叫 showrunner 或者是掌控者，都是这个是这个电视剧的产业比较独特的地方。可是因为会台湾还没有演进到这个部分，啊，制作人跟制片或者是制作人跟制片或者是编剧在这个先期的团队决定了这个故事所有的方法，导演进来做技术的呈现。谁是被害者，其实我们试图呈现这个方法，但是当我们两个导演是非常优秀，他们都是拍电影的导演，但是他们也透过这个合作把制片编剧绑在一个方法上，然后做很有效的工作。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在推这样的模式，就是希望让影剧的健康度再高一点，编剧或者是制片或者是整个体制甚至技术人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如果要往更远的地方走，技术的推演的每一个环节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协助了，包括工时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改变跟突破这样。好，还有人问题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开放最后一位现场的观众来问问题，如果都没有，哦，有最后一排的姐姐你好，我们送麦克风过去给你。汤哥好，老朋友。
那个我来问一个问题，公式。你来干嘛？我来那个求教。他很会卖片。啊，没有没有，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也可以刚好也可以问一下 Devonio， 就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制作费是一直在堆叠。所以我一直很想问汤哥，就是当然我们制作费反映在作品上面，但因为未来的卖片跟收益，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相对的天花板，就是你投的成本跟你未来的回收，然后那个线不一定可以每一次都挡挡中。对，那我的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过小兵立大功的作品或是类型，像最近我们热播的《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或是《熟女》，对，那当然类型片一定像《谁是被害者》砸这么多钱，或是像《麻醉风暴》《鱼二》，就是因为我们的制作费越来越高，但是我们的收益可能不无法一直都这么的那个这么顺利啦。对，所以我想问的是，你们有没有在想，怎么样可以把那个 cost down 之后，但是还是可以维持很好的热度或是效益？那 David 你这边是因为我觉得作品再出到 Series 2第二季一定大家的期望值会变高，所以不管从熟女或是未来我们可能有鱼二我们鱼二的距离二，对，那大家怎么就像麻醉风暴二一样，要其实大家的期待值会希望看到更好才会觉得它，所以你必须做的比一还要好很多，大家才会觉得它是更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难度，就是二要打败一的话，对，就简单的就是第一个如何小兵立大功，就是在制作费不要再提高太高的情况下还是有热度跟收益，第二个是在做二的同时怎么样确保它可以比一更好。就以上，我觉得对我来讲什么戏擅长谁做都 OK 啊，我也很鼓励偶像剧好好拍，乡土剧好好拍，这件事情回到制作端就个人方法吧，因为你不会去期待说，因为其实这个过去电影这个产业里面常常拍了一年拍了十部戏，只有一部片子这种常常有，可是电视剧相对稳当，就是说你拉这个高度跟这个结构，你就是你整个卖片当然就要往更好的地方去找到它的市场。我说的是这件事情，我当然觉得小兵立大功，比如说婆婆这个是最近是非常受欢迎的戏，可是他本来就是要走这个戏剧路线的，我也很喜欢。我其实看完第一集，我就跟慧玲讲说，这个戏会破五，他现在已经到四了，一定会破五，因为我知道这个戏是全面大众性的一种故事跟文化，它里面谈婆媳关系，谈一个产业的心，这个很容易谁都能够消化。他本来就要走大众市场，而且他走的是无线媒体，他是走这个媒体。可是你说谁是被害者？当我们选择了走 Netflix 这个路线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没有办法是全面，我自己很清楚。他不会是要走一个那种路线的那种平台的，那这个就是每个戏的结构跟判断。然后你刚才问到的一个问题也可以同时回答，对我来讲，我其实在做麻醉二的时候，我其实同时想麻醉三的故事了，就是我台湾过去都是这样，做完一红了再做第二季，可是美剧不是这样，他在整个故事结构人物架构上他已经想好说如果有开放性他会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现在在做戏，我都已经把第二季的可能性在过程中，先稍稍的推敲一下，或是把东西往我最近这几年做戏，我都会脑袋都会动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跟 Disney 的有一个主管碰面，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他手上接到非常非常多，这几年接到非常非常多的台湾人送的戏来，他们都没有影集的概念，因为对于平台来讲，他们希望就是拉住观众更久，你做一季短集数完以后，那下一季呢？那这个 IP 好容易想不出来，你想出来，你为什么不做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美剧给我们示范了很好的形式嘛，它有一季、二季、三季，它非常多，到七季、八季，就它在人物架构明确的时候，它可以拉得更长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我做麻醉，我其实挫折感非常大，因为我们是从第一季突然公司告诉我们，来做第二季，我就被拉进这个 team 里面做，然后我就开始做。其实我那时候想说，我如果不是往三季四季想，我们就会说，可是当我们做完第二季播完的时候，观众以为没有第三季了，其实他们就会在故事中一直批判说，为什么故事往那里写，往这里写？我心里想说，我第三季会告诉你啊，你急什么？可是后来我们配色器被他们人家骂得非常惨，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没有关系，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样态。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学习成长多一点。那我还是要回答你，我
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些事情在互动，因为你们一直觉得我们的为什么把预算越拉越高，那你为什么还不会去写韩剧越拉越高？韩国 Netflix 他们是跟某一个公司谈框架协定，你给我，我跟你定下这未来三年的戏，他你们想象这件事带动整个产业哦，有多少的演员，多少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在中间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像刚刚问编剧的问题一样，他常常以前工业写完这本以后下一本没得写，常常有啊，或者是有就是写那种要为电视台服务的那种，其实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大问题嘛。就是我觉得说如果这个产业要健康，我觉得公视这几年有带动一些很好的模式，包括把观众群打开，甚至像你们现在收视率也越来越高，是表示你们贴近市场更多了，跟早年来讲总是觉得公视的戏曲高和寡，可是你们有发现吗？我没有说自嘲，就我没有知道，就是从马上拥抱或者这几年收视率一直拉高，更接近市场的东西出来了，基本上你们也做了调整，你们也因为这样子片卖得更好，其实市场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当你们这样想，其他商业台是不是也是这样想？他们当然也是这样想，可是问题来了，他们没有广告的，他们没有，你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国家，他们经费是来自于广告，他们没有经费投资，所以差别在这里，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当你觉得说，你说有人问我说，如果婆婆这个戏在其他电视台播，会不会这么轰动？我说当然会啊，如果他们愿意去给这个机会，这个绝对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有更多的电视台，像我们这次野草计划，我们找了非常多电视台这次加入，就希望说打破这个界限。就是我觉得整个产业是一个要一直往前不断的这种结合合作推动，才有办法走到那个地方去。我真的认为公司这几年做得非常好，但是也不要忘产业有非常多的人在帮公司这件事情，包括我觉得我们越距离要谢谢 Devony， 他把 HBO 拉进来，让这个戏有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我心里都觉得是这样，虽然那个戏做的我看弄完剧本我知道这个戏一定会很好，可是我真的没想到会红成这样子，确实是一个现象级的东西，但确实是 Devony 或者是 HBO 带动了这个整个很好的一个视野跟高度。他行销刚才有提到，他包电影院包几厅，我都想哇，这规格，国际记者会，以前哪一个台剧会这样做？没有一个台剧会这样做。我说这个是一个产业大家共同往一个地方推动的时候，每一个人尽的力量。我觉得我拉高预算并不是要说小兵不能立大功，我也有小兵立大功的东西，可是我对我来讲我要做的东西是这个，那喜欢小兵都可以去做，他们觉得他是小兵就做小兵，那我要做粉红兵就粉红兵，我要做青兵没有啦，就是说我就说我们有不同的目标跟方式嘛。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戏剧就是要多元，我非常开心苏俊祥这期访问，因为他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整个team演员，因为每个戏有他的方向跟路子，这样对。先回答那个预算的问题，其实我本来我是蛮认同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因为我也担心，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台剧不要走向泡沫化的这样的程度，因为的确我们会发现说一个比如说3000万跟一个8000万或是2亿的一个制作费的一个台剧，你在国际市场上，台湾跟国际市场加起来，你能够回收的那个等级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一个拍到2亿的台剧不见得可以收回来2亿，它可能还是停在跟一个5-6千万的程度，然后跟一个4000万的台剧其实回收的程度不见得会差距那么大。那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小心，就是我们虽然看到台剧现在受到很多的或甚至一些追捧，可是我觉得脑袋还是要回来冷静一点去想说，这是不是一个长期可以走得下去的一个现象。那我给我们家，因为我们家现在已经有制片嘛，他们其实已经在做一些我刚刚讲那100小时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一个案子要开拍之前，因为开拍其实就是最贵的嘛，开拍之前我们会希望他已经有谈成至少可以回收一半以上的这样子的合作机会，你剩下的可以边拍或者是等拍出来之后你给人家看片花或是 看其他的发行的机会之后再去回收，这样子比较可以确保，就是说我们在开拍之前其实你花的钱不多，你就是找剧本开发做前置一些这样的工作而已， 你在真的投入之前你就已经脑袋想得很清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市场可以支撑的，这个是我们试着要做的事情，就是只要看起来会有点泡沫化的事情我都尽量不碰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洪流当中还是要保留的一点理性，要不然的话只会把这个产业推向
更难生存的一个路径去走，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是这个市场上稍微比较理性一点的这个角色。这样，那回到你刚刚讲说，就是第二季怎么拍会比较好？我觉得可能有我的嘴巴讲起来很怪，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不要太爱钱，不要只看钱。很多人拍第二季，或者是很多人拍第二集啊，比如说电影的第二，就说续集啊或什么之类，其实看上的都是钱，因为第一集卖得很好，所以我们赶快来拍第二集，可不可以一年半之内，甚至最晚两年要长出来，因为不然观众会忘记了。那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剧收视率很好，结果我不要特别讲哪一部，但是你要来拍个贺岁片什么，大家可能会去看，因为对于这个戏当初的喜爱，可是实际上你看完之后你只产生了一种失望感，因为它是为了钱做出来的东西。那我会不希望台剧看到，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我觉得真的还是要回来去看，就算你今天长第二季出来，你除了可能把规格拉高，花了更多的制作费带出国去拍，或是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让它看起来更吸引人之外，还是要回到故事本身去看，我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当时创作的初衷，这个东西是不是观众要看的，然后再去用制作费规格去支撑它，然后呢还要开拍之前先问一轮，我能不能收得回来啊，我能不能卖得动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台剧未来可以长远发展下去很重要的一些应该说原则吧，我会希望是这样子。好，今天的题目非常的精彩耶，我们已经超时了20分钟了，哈哈哈。所以最后请三位帮我们做一个结语好不好，因为每人有一句话的时间来讨论说新台剧的逆袭这个议题带来的改变，而这句话我们最后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活动的实体的文字墙，那我们先请 Catchplay 姐。对，我今天最记得就会是这一句，我觉得就是由衷而发，就是希望用真的为台剧好的方式支持台剧。好，再换汤哥。台剧尚未成功，同志更努力，我觉得还没有成功啦，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只是这两年的太多的光环，其实对我们来讲，回到制作端，我们还是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部分。对，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好，最后简曼书。就是希望台剧有源源不绝的那个生命力跟生产力，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远。今天非常感谢三位的参与，还有现场的观众，还有网络上的观众。其实呢，还有更多的发烧议题呢，大家可以持续锁定上周的 BW Talks 改变正发生。下个礼拜的主题呢是预见5G的大未来，时间呢是下个礼拜二的9月15号晚上8点到9点，大家记得准时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大家，晚安，拜拜。